姐，我今天考试了，今天毕业考试了。你有这个风险，大概是十二级的时候，特别紧张。动两动管就去跑道。经过了几个月的飞行学习和理论知识的学习，大家对于飞行知识的掌握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接下来是考验你们的时间了，考验你们的时间了。好像我们要参加高考一样，大家有做好准备吗？有，有，做好准备了。但是在大考之前，我们两位教员还有很多叮嘱的话要跟你们说。恭喜你们通过了口试，下面进入实践考核阶段，你们加油！咱们实践考核阶段呢，咱们参考着实践考核工作单，主要的内容今天是正常的起飞和着陆，还有侧风起飞着陆、短跑道、大坡路以及基本的飞行驾驶术，实现提升恒定空速爬升。希望大家努力加油。要告诉大家，在终极大考核这个环节，最终胜出的那位将会获得呆萌三个。哇！所以说，这是你们最后一等奖三名，一等奖三名，一等奖一名获得呆萌三个。二等奖呢？七个。二等奖七个，四名。没有呆萌，没有呆萌，所以希望大家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然后应对这样一次大考。我和你们共同来见证，通过这次大考来看一看最终的呆萌获得者，也就是我们 DA40 四人飞机真机会花落谁家。各位，我们终极大考现在开始。飞行学员顺利通过口试与航医身体检查，接下来他们将依次上机开始飞行实操考试。实操考试中，教练安排了三个指定飞行动作，分别是起降飞行、区域飞行和大坡度盘旋。学员的操作精准度将决定教员的评分，但考试的机场跑道只有600米，是学员们飞行学习以来遇到的最短跑道，稍有不慎，飞机将滑出跑道，出现严重的飞行事故。今天他们能否完成这个考验？